我把我唱给你听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岁月是值得怀念的，留恋的，害羞的。就我有在一起玩了，加了游戏，没有特别说谁真谁假，很自然就在一起了，就这样简单。做人很实在的，很善良，很有责任心，同时也是一个超级奶爸，是一个很不错的老公。在我面前时不时的撒娇卖萌，超级可爱哟。两个人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啊，回家做做饭啊，然后吃吃饭，去公园散散步什么的。举例说不上来，就是说感觉吧，只对他有的感觉。刚开始觉得他人很帅很阳光，后面慢慢发现他有很有上进心，老赛偶尔会打，但是也不太敢打，因为看到受伤肯定会心疼的。当然我会支持他的事业，如果你决定闯荡世界，风里雨里陪着你，你在哪家就在哪。如果你热爱搏击，渴望在擂台里实现梦想，获得荣耀，来这里，大东翔搏击俱乐部，中国搏击界黄埔军校，我在这里等你。